Won't you stay 多看我一眼，无需我的脸任何疲倦。诠释了这个角色，他历经了丧子的伤痛，然后他要怎么样面对他自己的人生，跟他工作上的一些状况，以及跟先生的相处，我觉得都是他的人生课题。你也有一个人，你也一个人。我过不去，我过不去，我过不去。现在的家庭和谐的情况之下，我要去体会这样子的女性，对我来说是蛮大的挑战。然后这部戏讨论的议题也都是跟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件有关，是一部很值得大家去注意的好戏。我们都是好人，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今年到底要我们学什么？爸，你会好的，李师徒，你也会好的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一个小小的小恶魔已经会出现，从小到大，然后你心中也会有很多的对话跟声音，但是因为我们被教育，或者我们心中善的那面大过于恶，所以基本上。在我们身上都不大会看到，但是不管是社会上的一些事件，或者听到是一些新闻，你会觉得说哇，原来真的有很多人非常爱与恶交朋友，你爱的都是存在越多，恶的在我所说的很少。我觉得我们这部戏要传递的不是恶，而是善与爱。